油妆，但是非常好看。什么？不是，就是，然后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。旁白哥抱抱，杨幂辣眼高叉旗袍照亮微博之夜，赵露思被红毯主持赞像乳牛好看。生日心愿，提前剧透一下，再找一次。哎，微博之夜日前落幕，红毯之盛大，值得一看呐、啊。Your mind, don't need a dime. Release yourself of paradigms. Upcycle is the way to go. Fashion shouldn't hurt a soul. Fashionista fashionable. Fashion life to save us all. Fashion killer, wear your noose. 给我一秒钟的时间。哦，怎么摆比较好？就先给你转过来。好，我帮你。九叔女艺人被自己拖到天边的长裙所害呢，以前的那个裙摆，我待会儿帮你摆啊，摆裙师已就位。我们又要上班了是吧？太好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就在这儿。哥你进来。我进。哥你过来。你行行，我来，那我就往这边来一点点啊。哥你踩到上面没关系。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敢下。一会儿我去赔钱。没事啊，这个大毯子就这么躺了。铺坐一地啊，角色解读对角色的深刻感悟。身为零零后的小，加油，确实加油，却有点重量哎。哎，裙摆短到该低的赵露思也有事，红毯主持人没要放过她的意思。奶牛装，但是非常好看。什么？不是，就是，那我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。Fashion, fashion, 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个智能手机呢。对啊，96年进入学校的时候我就听说了，著名的这个大美女，非常有名。然后对，三立娱乐新闻真是漂亮呢，宝宝。